年轻人，你看大妈那么老了，你能把这凳子让给我坐一会儿吗？哎呀，这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。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，腰酸背疼的，你就忍心这样坐着？大妈，您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啊。可我认识您，您是广场舞的领舞，对吗？我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，你就领他们跳舞了。我下班的时候，你还领他们跳舞。晚上我睡觉了，您还在跳舞。您跳舞的时候活跃得很，怎么一上车就腰酸背疼了呢？那个大哥，你看我这腰挺疼的，你把这凳子能给我坐一会儿吗？哎呦，大妹子，我挺想让你坐的，可我这一坐长了，我就站不起来呀。咋了大妈，广场最美的大妈，咋咋的咋啦啦啦啦，咋了大妈，三八弹弓恰恰，咻咻咻咻咻，短陈翔6:30。